穿过来，就咱来回拧下去了，就这个。你给它放点线吧，还。啊，放线，如果它自然就线了。方向应该是哪算？这边。他这个焊几个账了？还要来着？不账了，你光理了，他妈压碾，他给他焊来的了这。这边是焊的。这咋了？咋了？有说明书吧？说明书有电器的说明书，电器说明书我没有，因为咱没看过，咱没参加嘛。啊。赵伟他有一些那个设计的，他自动停，你看，你看这个书，自动停，他把自动停，这设置还要配设置吧？是。电程。电程看了，那电程，移位。这个没有影云来着，没有，这个咱我弄不了。你看这设置数字打满位置那个，这好之后咱给编程。啊，这个就是6880。这个最好能给他叫赵伟敲的有得有翻译翻译过来的那一种。哦，那我让他给他那说明书就行了呗。啊，照样就行了是吧？嗯。